主，我知道祷告所能做的事是我手所不能做的，主，就让我们用祷告来到你面前寻求你。谢谢主。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你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烈火归向你。主，我是软弱及无软弱及无助，主，我是软弱及无助，你却是我的力量，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那就是我的得胜。每次我祷告，祷告做你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越过回向你。每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
的神，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愿万国万邦万民都归向你。主，因为你配得一切的颂赞荣耀，你的救恩要临到所有的百姓跟子民。主，我们相信神，你的救恩要临到万国万邦。谢谢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爬山的经验吗？在山底准备往山上爬的时候，你心里期待什么？可能会看到这一路非常美丽的风景。很多人在爬山的过程很辛苦，但心里面一直想着，当我到山顶的时候，可以看那一览无遗的景色，何等的美。上帝给我们也是有一个爬山生命的经历，神呼召他的百姓能够站在山顶上，为他所设立的世界守望祷告。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放下那个极重要的位分。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放下自己的时刻。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在上帝的面前承认我没有办法，只有主你可以。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像是摩西被上帝预备到山上亚伦户尔，我们看见了整个的团队怎么样能够为着整个百姓祷告，为着整个百姓祷告。透过为整个百姓祷告，你看见祷告的功效。那个祷告的功效就是我们紧紧的与上帝抓在一起，看着神的手如何征战得胜。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今天我邀请你为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守望者祷告，为我们自己能够成为家庭教会的守望者来祷告。因为神预备我们透过祷告交出自己的意志，透过祷告让上帝的心意 得以成全。我们在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为自己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家庭、一个教会、一个社会、国家的守望者。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给我们这个特权，能够为自己祷告，为家庭祷告，为教会祷告，为社会国家祷告。主，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看见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主啊，愿你的心意得到成全，愿你的道路得以亨通。主啊，就不是使我的道路亨通，是你的道路亨通，好让众人万民流归这山。主啊，愿你的心意得到成全，就在今天吸引我们众人的脚步，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我们能够成为守望者。谢谢主，你引导我们在今天登上你守望的山，能够成为社会、国家、家庭、教会的守望者。我们能说的非常有限，我们能做的也非常有限。很多时候主啊，我们因为说或做太多，反而让人没有办法看见你的工作。恳求你引导我的脚步，能够进到内室，登到你的山，透过守望祷告，看看耶和华上帝你自己如何为你所爱的百姓征战，并且征战得胜。这是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我们今天要思想先知弥迦的故事。弥迦先知跟以赛亚是属于同一个时期的先知，他们都在南国服事，都在犹大服事。弥迦他是一个农家子弟，坦白说他不会是一个出生在贵族世家的人，他应该有很多的自卑，因为他只是出生在农家，一个相对当时候的社会阶级制度来说，整个社会在追求繁荣富裕更好的生活，一个从农家出来的人知道什么呢？不过正是这样，上帝呼召他，上帝让这个透过农村背景成长的弥迦看尽整个社会欺压不公平，有钱人欺负没有钱的人，看见社会更高阶层的人，可能包括了更重要的，就是包括了这些宗教的领袖，怎么样跟很有钱的人连结起来，然后欺压那些贫穷弱势的人。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你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老百姓？好像整个国家社会的事情跟我们之间有太遥远的距离。我也不是总统，我也不是国会议员，我也不是那些在社会上大有影响力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我们选择闭口不言，
我们可能顶多在网络上当一个酸民，一个讽刺的人，批判的人，就这样而已。但弟兄姐妹，在今天，上帝要透过弥迦先知，让我们看见上帝是如何兴起一个在人的眼光看来，农人，在人，世人，社会阶级的眼光看来，那是一个劳动阶层的人，但神兴起他。弟兄姐妹，神也要兴起我们，神使用弥迦，神也要使用我们的生命。他不是一个读书很多的人，如果你不是一个读书很多的人，感谢主，你可以像弥迦。我们不用读书很多我们才能服侍，我们不用很高的社会地位我们才能服侍，因为服侍只在乎上帝的呼召。上帝呼召弥迦，上帝也呼召你和我。上帝让弥迦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楚，是的，我们背着房贷，我们看着小孩子在整个教育的过程当中，面对教育制度改又改，孩子不知道该改去哪里，那种焦虑被补习压得沉重的喘不过气来。弟兄姐妹，许多百姓们的愤怒、焦虑和恐惧，那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真实走过的，不是吗？但是当我们经历了这一切，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与这世界的百姓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我们只是跟他们一样埋怨吗？还是我们愿意多走一里路，看见一个不公平的社会文化，我们勇敢的争辩时事？这个争辩时事之所以和酸民，就是那个网络文化只会用负面的角度表达，它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争辩时事不是发泄我们心中的愤怒，不是，而是我们带着上帝真理的心肠，有公义，有怜悯，来看待一个受苦的时代。我们的目的不是攻击，我们的目的是要说出上帝的怜悯和拯救。我们的确是要指出许多的问题，比如说在弥迦的服事里面，我们看见当时候的人沉溺于物质的享受。在弥迦书里面常常出现一段又一段对社会文化的提醒，譬如说在弥迦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神的话这样说，他说，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讽刺说，我们全然败落了，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呢？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上帝的百姓面对弥迦所宣告的信息一定很震撼，因为他们觉得先知应该要讲一些有盼望的事，没想到这个先知弥迦却诉说了，而且巨细靡遗地勾勒出人心里的诡诈。这个弥迦所勾勒的，一方面是世界的败坏，但更多的是从上帝的眼光看见整个社会的环境里，因为缺乏上帝的真理，以至于人心图谋恶事。感谢主，弥迦没有停在这里，弥迦继续的往前行，诉说的不会仅仅只是一般的批判，弥迦更进一步要诉说上帝的心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透过弥迦学第一件事情，是弥迦勇敢的面质他的百姓弟兄姐妹生命所遭受被资本被欲望所辖制的痛苦。如果有人问你，你够吗？你赚的够吗？坦白说不够的，没有一个人会回答够的，大部分的人都说还赚不够我退休，因为有非常多的退休基金投资要提醒你，如果你一个月退休之后要用多少钱生活，你应该在现在在几岁之前你就要每一个月存多少，每一年存多少。我们被未来的需求压制的今天也惶惶不可终日。
怎么办？到底是谁量定了未来我们应该要有那一些生活？坦白说，我们现在活在一个过度消费的时代，一个用消费来感觉到我活着的时代，一个用支出多少来思考我需要多少的年代。可是上帝给我们的真理却是使我们学会祷告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并不是不要计划，而是你知道我知道。圣经提醒我们，无知的人啊，你不知道今夜我要取你的命吗？圣经给我们看见上帝的全然知道，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全部。但是在这两者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如何在我的生活当中一步一步的计划，但又没有走在上帝的意念之前呢？弥迦帮助我们思考，一整个社会如果整个群体的氛围都沉溺在消费的讨论，沉溺在物质生活的讨论，我们会缺乏把眼光转向上帝。因为整个消费过度消费的文化里面有着太多的剥削，有了太多对工作时数的剥削，有着太多对我们生命的剥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是宁可加班赚取加班费也不要休息的，我们觉得休息就表示公司的生意不好。弥迦提醒一整个世代的软弱，就是当整个世代已经倾斜了，人人奋力的工作，奋力的消费，奋力的享受，好像没什么不对。弥迦的时代其实也是我们的时代，我们努力工作就是要偿还我们的贷款，我们努力工作就是要把上个月的消费要偿还打平，不是这样吗？可是弥迦提醒我们不应当是这样的。上帝预备我们的生命不应当是为着过去消费的欲望跟未来消费的欲望而努力的活着。上帝提醒透过弥迦，神不要他的百姓被当时候的外邦的文化同化和影响，上帝要他们勇敢的兴起。因为你知道当人被异邦的文化影响，他们开始会对别人的受苦漠不关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人对异邦的文化受异邦文化影响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困局呢？弥迦书第七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先知提醒我们，他说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你看见吗？人开始连最亲近的家庭生活都出现了这么大的困局，连最亲近的家庭生活都没有办法信任，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哀。所以弥迦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要改变这样的一个文化，我们应该勇敢地把上帝的真理实践落实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向度。当我们听见弟兄姐妹因为没有办法出国旅游而觉得挫折难过的时候，当我们听见弟兄姐妹没有办法买一个更好的手机而挫折难过的时候，我们或许要调整我们所思想的焦点，我们满足的焦点。弥迦帮助我们思想要纪念那些经济生活真正在弱势贫穷的人，而不是追求我们渴望更好的生活。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透过弥迦对整个社会过度倾向消费，过度倾向经济生活的富庶繁荣转向上帝而祷告。好吧弟兄姐妹，我邀请你在今天祷告守望祷告的开始，我们要为着许多经济生活非常窘迫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求上帝能够将足够用的恩典临到他们，救他们脱离经济上的贫乏。我们在为他们祷告的同时，我们也为自己能够为他们多走一里路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纪念许多在物质生活缺乏的人。主啊，他们缺乏但却没有人关心，他们缺乏但却没有人守望，他们缺乏但却没有人帮助。恳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自私的人，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眼睛只看见自己需要的。主啊，我们愿意成为那些缺乏者的帮助，愿意成为那些经济贫困者的守望。谢谢主，谢谢。主啊，
恳求你来帮助主啊，那一些真正在经济生活上面贫困的人们，主啊，我恳求你，主啊，你的手恩手来扶持，主啊，特别主啊是那一些主啊认识你的弟兄姐妹，主我恳求你，主啊让他们的生活不要因为主那个被经济上面的困乏困住，主啊而无法来跟随你，主啊我也恳求你，主啊为着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自己是有余的，主我恳求你，主啊让我们看见那一些贫穷人的需要，主啊那他们，主啊他们的生活不是不关我们的事，主啊乃是主让我们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主啊让我们自己所有余的，主啊拿出来，主啊让你使万事互相效益，让所有的人能够得到丰富，主啊让所有的人能够来认识你的丰富，谢谢耶稣。弟兄姐妹，我也邀请你要为教会，为你的小组，为你的牧区能够教导合乎圣经的金钱观来祷告。我们求上帝把那个知足的心赐给我们，把那个因为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我们可以居住在这一个上帝所创造世界中的知足满足，以神为乐的心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的满足不是来自于物质的，我们的满足不是来自于消费行为，我们的满足是来自于上帝的创造，来自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我们为着能够有这样的满足祷告，为着教会能够教导正确的金钱观，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主是的，我们在这里，谢谢你，谢谢你，主啊，已经为我预备了全部，就是这个世界，主啊，我所需要的，你已经为我预备，愿你把能够因你而得满足的心赐给我，因真理而得满足的心赐给我，主啊，好让我能够在你的真理当中得到真正的满足，不是透过消费的行为，是透过在真理里面得到满足。这是我们的祷告，愿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在教会里面工作，让领袖们能够教导合乎圣经真理的金钱观。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将这一个正确教导、正确的这样子一个教导金钱价值观的观念，主啊放在牧者传道教会当中。主耶稣也真的是让借着教会，主啊让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更加清楚知道，主啊有一个知足的心，有一个爱你的心，不过分的偏屈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谢谢主，赞美你。家弟兄姐妹，我们的社会我们都知道他生病了，有许多伦理价值的扭曲，不合乎神真理的事天天在发生。教会一方面是许多受伤者得医治的地方，但同时上帝也要我们把灯不可以放在斗底下，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屋子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应该在社区在社会中勇敢地成为真理的光，成为见证，好让迷路的人能够回到教会，好让失去方向的人，被混乱的伦理价值观弄得受伤的家庭能够回到神的家。我要邀请你为着教会祷告，让教会能够有勇敢的心，能够勇敢地说出与这个世界不一样的价值观，我们能够说出合乎圣经真理的价值观，我们愿意提醒这个世界在哪里软弱，我们愿意提醒这个社会在哪里不足。我们求上帝把这个勇气给我们，把这个先知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勇气在一个堕落的世代当中为真理而发声。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主，我们再次仰望你。主啊，我们要为着教会能够为真理做见证祷告，帮助我们能够成为真理的见证人，让我们在各样的软弱当中勇敢地做见证，在各样的软弱当中勇敢地做见证。为主祷告，恳求你帮助教会，帮助我们的教会，无论遇到怎么样的挑战，我们就是来到你面前。谢谢。哈利路亚，主，是的，主，我感谢赞美你，主，因为你的话语大有能力。主啊，是主，你的话语一发出，就使愚顽人得着通达。主啊，是主，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也要成为主你自己的出口。主啊，是主，成为社区，主啊，成为这个城市的帮助跟引导。主啊，用主你自己的真理，哦，主啊，是主，来成为人们可以来追随，可以来，哦，主啊，走出来，哦的一个出口。谢谢主，赞美你。
是的，主，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家族、一个教会守望祷告，愿你把守望的心赐给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是的，每一次我祷告